师，然后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科管院学士班，然后大二的学生，我叫郑华，就是非常感谢那个就是科管院，然后还有邵主任导演，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就是创作这个影片，然后也是很慷慨的那个，就是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影片的定位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宣传科管院双专长学士班，因为毕竟我们啊，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是就是科管院最小的系，就是我们人数非常非常少，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很希望就我们系下可以就是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是甚感谢就是齐软主任还有就是。突然就是把就是可以推荐入，就是我应该是就是系所推荐奖，就是应该是系班推荐，就是非常感谢这样。然后其实在过程中，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团队有很多人，然后包括在我们之后人气奖，然后大家分享，我觉得通过这个机会，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科管院的同学们，虽然我们系很小的问题，就是。有机会可以聚在一起，然后有机会可以就是，可能觉得自己的戏很骄傲，然后可以就是有更有凝聚力这样子，然后就是感谢评审跟老师等等。